那下面紧跟着第四段交代了那些不用工作的那些很无聊的人，他们应该培养什么爱好呢？咱们下面接着来看第四段，作者说这帮家伙怎么办。看第四段的第一句话， As for the unfortunate people who can command everything they want, who can gratify every caprice and lay their hands on almost every object of desire, for them a new pleasure, a new excitement is only an additional satiation. 整个 S4 一直到这儿，黄颜色的这个都是一个介词性状语了。 S4 是至于或说到，尤其跟上文相连的时候，第一种这样，第二种这样，至于第三种人呢 ？As for me， 至于我呢 ？As for， 有的是 as for， 可以换成 as to 也行，把 for 换成 to 那个 to 也行。to 是介词，就至于那些人呢？至于那些很不幸的家伙，后面 who 引导的是整个一个定语从句，这是一个，这还又出现另外一个并列的两个定语从句一块来修饰这个不幸的人，什么呢？那些可以拥有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的人 ，who can command everything they want， 又是前头的定语从句修饰 everything。相当于 that they want， they can that 被去掉了啊。出现并列定语从句，他们可以满足任何的奇思怪想，并且可以得到几乎任何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的人。这 object 是物体 ，of desire 这个愿望的物体，就想的东西呗。这种人来说 ，for them 就进一步对他们来说，就是对他们来说了 ，for them 还是对他们来说还是状语啊。一个新的乐趣，一个新的兴奋激动，只不过又是一个令人厌足的。令人厌烦的满足罢了 ，satiation 就是快吐的这种满足，厌烦的满足，对他们来说，培养爱好已经没有意义了。这个，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培养爱好了。这里面有些词汇，我们得看一看。就 who can command everything they want， 这 command 在这不是下命令的意思，而是表示拥有、掌握、拥有、掌握、掌管。command 本身表示下命令吗？我可以对他下命令，他是我的东西，他听我的。就拥有、掌握、掌管，那有这个意思。command 啊，比如说 command great wealth， 拥有大量的这个财富 ；command a large vocabulary， 掌握了大量的词汇，是这么个意思啊。本文中是拥有任何的想要的东西 ，and who can gratify every caprice， 可以满足自己任何的奇思怪想。这个 caprice 咱们生词中讲了，奇思怪想 ，gratify 可以换成 satisfy， 满足，这也说过。那、并且。他可以 lay their hands on almost every object of desire. Lay one's hands on， 有的时候可以把 lay 换成 get， 就是得到某个东西。Lay one's hands 或 get one's hands on something， 得到某个东西，相当于 obtain something。看一些例子。I would read any book I could get my hands on， or I could lay my hands on。手放在这个东西上面去了，不是得到它吗？我得到每一本书，我都会读一读看。但注意 on 后面加事情，如果后面加人，意思就变了。Get 或 lay one's hands on somebody 表示 to catch somebody you are angry with， 抓住惹你生气的家伙，这就不是得到这个东西了。抓住让你生气，这个让你很气愤的人，比如说 ，Just wait till I get my hands on you 或 lay my hands on you， 等着看我哪天不逮着你的，看我不弄死你的。Get 或 lay one's hands on。抓住惹你生气的人，本文中呢后面跟东西是得到的，得到任何愿望中的东西的人啊，对他们来说怎么样呢？一种新的乐趣，一种新的激动，只不过是又一个令人这个厌腻的满足而已。谁是令人厌腻的满足啊？后面进一步说为什么呢？看第二句 ，In vain they rush frantically around from place to place, trying to escape from avenging boredom.By mere clatter and motion, in vain, 徒劳地，只放在句首加强了，徒劳的，他们狂奔乱跑，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跑来跑去，就开着那大跑车满市乱逛 ，frantically 就狂乱的，几乎精神失常的跑来跑去啊，为什么呢 ？Trying 到句末可以看作是一个原因状语了，因为他们试图要逃避那些复仇的无聊，就无聊对他们的报复就好了 ，avenging 不是。来自动词 avenge 的复仇嘛，那么然后这个 by 到句末划线的部分是嵌套在原因状语内部的一个这个方式状语，通过仅仅通过不停的叽叽喳喳说话和跑来跑去来逃避这个无聊对他们的报复。clatter 表示这个叽叽喳喳说话 ，motion 就是上面那个 rush frantically 疯狂的跑来跑去这种这个行动嘛，通过这个不停的这个去闲聊，不停的跑来跑去。来逃避
无聊对他们的报复。这个舒曼华说过，人生就是两极中荡来荡去，一个是痛苦，一个是无聊，远离痛苦有钱了，就靠近了无聊的。所以他们这个当然里面有个词，咱们看一看 in vain 表示这个徒劳地，表示白费劲，表示 without success in spite of your effort， 尽管努力但没有成功，徒劳白费劲啊。Obviously all her complaints were in vain， 显然所有她的投诉或者抱怨徒劳无功，没有用，人家根本不搭理。Police search in vain for the missing boy， 警察们在找这个失踪的孩子，但是徒劳无功，最后一无所获。做某事徒劳地叫 in vain。跟他类似的还有一个书面语叫 to no avail， 也是表示徒劳无功，白费劲。To no avail 可以替换，这两个搭配写作中可以用。看个例子 ，He rebooted my system several times， but to no avail。Reboot 重新启动，他重新启动我的系统好几次，但是没有效果，徒劳无功。下面一句话说 ，For them, discipline in one form or another is the most hopeful path。对他们来说，这个纪律 discipline 纪律约束可以当不可数名词了啊。某种形式的纪律或约束才是最有希望的道路 ，is the most hopeful path。那么你先过上有自律的生活，生活有了节制，才有可能会培养爱好。好，第四段跟老师看到这儿。